嗨，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今天呢回到了地月店。今天呢应该说是有一个很酷的秘密任务要进行，因为呢有一个超级大品牌邀请地月店的家将合作。是什么牌子呢？我现在先不要跟大家透露，但今天的企划会超酷的哦。我们今天合作的品牌就是 Nike， 对，然后呢，今天就是 Nike 的巨蛋店跟极盛堂的一个就是 crossover， 对，一个合作。然后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这样？应该说，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因为我们在做企划的时候要去看很多的范例啊 reference， 然后我就有稍微看到有跟庙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说可以跟家长做一个就是结合，就是有点文化跟时尚的那个冲击感会很明显，然后拍起来的效果应该就会很好，所以就拜托姐姐帮忙这个对接洽这样。是你第一次画脸吗？对。觉得怎么样？还行吗？可以。很兴奋。啊，今天这样其实我也觉得怎么样？水。好。我们来到了在高雄很美的一个景点，但是我们自己本人却很少来，就是通常只有小时候校外教学的时候会来。很美。所以那时候早上极盛堂的时候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孙大神就是虎面的家长，然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真的是时尚跟民俗的超结合，就是他们穿的是最新款的，对，那是我们穿的是最旧款的，就我们拿了民国50年，对，50年代的，对，然后跟民国70年代的衣服出来，就是所以家长身上穿的是最老的衣服，但是 Nike 这边穿最新的，对，但是他们之间又有连结，因为家长也算是一种民俗体育，对，然后就是 Nike 是一个运动品牌嘛，然后就是因为巨蛋店在高雄嘛，就是走一个在地的那种民俗的，我觉得蛮冲击，然后也但是又有一种和谐感，所以就是大家期待照片喽。